好，两个物件的整合，假设我们要把一个长方形的东西和一个圆形的东西，两个物件，如果你把它碰在一起，你会发现怎样？两个是不是粘在里面了？好，这样子它有粘进去，它会吃进去。可是吃进去这两个物件没有粘在一起哦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把它选起来之后，请你选这个群组两座山。好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变成什么？一个东西的。好，变成一个东西啊，就拉着走。我改天要拆掉嘞，选这个 ungroup 这个拆掉，它又变两个。那如果你要把它挖进去嘞，假设我们这一个方块要把这圆方挖进去这样子，好，我要把这个方块切一小块起来。那你要点这一个物件之后，选这一个斜灰灰的。这样灰灰的，你看它就有一点像挖进去的感觉，但是它没有真的挖进去哦。啊，你要做一个动作，选起来之后把它怎样，群组起来。好，群组起来你就发现，哎，这个被怎样，被挖掉了。好，那改天如果我这挖的不对呢，把它解散群组，它又出来了。这是两个物件，你要怎么去做？假设我要挖这一面也一样，你就自己去决定。那如果要粘在一起，就选在这个，好，有颜色的物件。如果要挖掉，就选这一个，好，选了物件之后，选这个灰灰的，好，它两个东西群组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什么？挖掉的。